样好啊。你们俩是请来的呀？当然不是，他是来探你班的，我是来找你分手，还有辞职。明天我就来公司做交接，毕竟我没有给前男友打工的爱好。他是你的了。哎，小溪，你敢跟过来，你就死定了。还挺与时俱进，不过来得正好。你好，我叫江寒，是你即将整蛊的对象。什么鬼？下面，哎，停！下面请选择您的整蛊方式。这也太重口了吧！你真是 NPC， 我们真的在游戏里？是的。这游戏是怎么做到和渣男的脸一模一样的？你们怎么获得人流数据的？正不正规，有没有授权？对不起，您的问题已经超出回答范围，请重新提问。那你能回答什么问题？对不起，您的问题已经超……算了，我也是不该指望一串代码可以回答问题。这玩意儿不是只能选一个吧？有没有自适选项？没有，您可以尽情的发泄。不错，下次再来哈。KO。